小明，小明，你看上次你没人破，那个我帮你破了。哎呦，我太没空理你了啦。哎呦，天都下红雨了，我们家小明现在桌上居然放满了各科讲义呢啊！哎呀，今天是你家的迎亲啊，迎亲啊！还不是上次我模拟考考太差，我妈把我送去安亲班，叫安亲班老师好好帮我补。哎，你超衰哎，你知道吗？一般人哈去安亲班都把那爽爽过，了不起也只是被老师硬逼着写完学校功课而已。你怎么功课反而变多啊？超惨哎！哦，没想到那安亲班老师还真的要帮我补习哎，现在变成一三五，我要补数学；二四六，我要补英文啊。说到这里，英文单词还有两面没背啊，死了！哎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写的话哈，这一本也交给你啦。安亲班帮小明补习并给测验卷当功课的行为，是否已违反行政命令？